蒋介石与张学良会面处。我现在上山啊，去那个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会面处。这里好阴凉啊，有一股那个风吹过来，好凉爽啊。这里风景太美了，走在这里整个人都感觉心旷神怡的，太舒服了。是不是这里啊？这里也没有标识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会面处啊。这里有一个水池，前面有一个亭子。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会面处啊？他那里也没有标明这里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会面处啊。前面有很多老人在那里下象棋啊。有一个老人在唱歌。唱得挺不错的，很好听啊。我问一下，那个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会面处在哪里？就这里啊。哦，他没有开放。没有开放。啊，你唱的真的是挺不错的。这个歌声特别好听啊。你多少岁啊？我74了。74啊？74，这个身体看起来很健康啊。瘦啊，很瘦啊。我说你看起来很健康，比较唱歌那个声音看起来特别嘹亮啊，声音很大啊，听起来还可以啊。谢谢。他没有开放。没有开放。这里有个大妈在，这一栋楼好像就是以前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会面处，但是这里已经大门紧闭，没有开放，好失望啊！今天为什么没有开放呢？就是这一座楼房，文物古迹啊，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点钟，七点钟。